金晨回来，哎，怎么化上妆了呢？小宝贝，宝贝，你怎么化上妆了？那化个妆好看一点儿，你洗澡吧。洗澡。那你回来不得洗澡吗？都几点了，我都困了。哦，那我下楼买个洗面奶进来。哎，洗面奶。我的增肌沐浴露好像没了，我刚回来，然后喘口气，抽根烟去啊。抽根烟，还需要什么？那你别搁这站着，我得进去洗，对吧？你就洗你的呗。那你搁这站着，我挺害羞的。那你快点啊，困了。